风太大，口袋里掏机票来，瞬间就刮飞了，追不上他。进飞机之前需要验一下嘛，但是当时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，但是我就想我刮飞了，然后我就去拿回来吧。再说了还有很多行李托运的，都托在那上面。500米是有了，高中毕业以后就没这么跑过，当时真的跑得巨快，我感觉突破了我的百米速度，当时都还没登机呢，都看着我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